第三步就是调试滚刀压头的距离。首先把气缸拉出一点，看看滚刀与压头的距离是不是在要求一个毫米以上，如果是就合影。好的。第四个就是调试二道滚刀，把气缸拉出来，看看压头与二道滚刀的距离是不是在要求一个毫米，如果不是就要调试这两个螺钉，把它调试为一个毫米的距离就可以了。